大家好，我是老肉。看到很多网美都在做那个空瓶赏啦。小时候也给大家看看我最近用完的空瓶啦。第一个是这个痔疮软膏。这个药膏很不错啦。屁股洗干净再擦，早晚各一次，外痔就会缩回去呀。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五条了，还会再回购。推推。第二个是这个万金油，上礼拜跟社区的出去玩的时候擦完的，这个晕车的时候擦特别有用。里面还剩一点，像这样擦在眼睛下面，提神醒脑，马上就不晕了。再来是这个，青竹丝药酒。酒我是喝完了，但后来蛇就活过来了。我今晚不知道要怎啦，可能等他冬眠的时候再加一次酒，又是满满的一瓶了，赞赞。最后是吸管。我在电视台上买的药丸。朱启郎喜功里面加了64种营养素啦。钙啊、镁啊、葡萄糖胺啊，搁会使调经，加几粒全身都补到了啦。搁讲会使抵抗个 COVID-19 啦。吃了都不用打疫苗啦。这款现在卖8888，看这次电话就可以订购。如果报我的名字还可以打黑九折啦。空吧空空，就不吃就不吃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空瓶赏，希望大家等一下，你还有这条牙膏没讲到。用完很久了呢。都什么用完了，牙膏只要你有心，永远都还可以再挤出来一点点，拿去收好，还可以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空瓶赏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下次我要介绍我最喜欢的配饭酱菜前五名，大家再见。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，还有喜欢影片的话也请按赞加订阅哦。新贴图上架，搜寻小梅之图猫。爱关注小胖的是大人爱心，我爱冰美好多年，心超时空真骄傲，爱你俊可爱的可纯真，还有横云水潭之家水水康，八字玉日国国王陛下吉米徐瑞瑞，加入订阅每月只要200元，你也可以成为赞助小可爱小姐姐，不知道不知道。